啊，这伊伫中华有无？咱古早咱咧发车，咱发车。当然，阿爸伫后壁咧看啦，因两个兄弟伫遮咧，吼、哦，就大概有一个一年是在这里借古开金啦、啊。哦，伊即摆在所表现的，就是拢伫个古早古法咱传承下来。艺术馆啊，哈，双方施工所今年啊第一个展览邀请的啊白鸿中大师啊他的书生，他也同学啊哈啊，这是集合咱台湾这个所谓精英啊哈，啊我记得现代啊彩墨啦，邀请陶瓷啊哈啊。非常的精彩，啊，他将他的同学啦，吼、哦，他们的师生，啊，最精华的，作品，无论是做窑、窑陶，吼、哦，还是绘图，吼、哦，啊，白大师是开创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彩墨的，这个大师啊，吼、哦，我看看吼，伊绘画是足有名的吼，专花莲世界吼。委会委要雄师也大概是白鸿中墨师，吼、哦、啊嘛真好啉酒，拢爱酒醒花才会谢啦吼。那啉到酒无醒啊吼，花就袂谢啦。哦，那所以这个把这个艺术完全融入这个生活，那把他的艺术带给人们啊、最幸福啊，他画银杏，迎着幸福啊，我们政府的啊这个。中央级的这个，包括总统啊、副总统、吴院院长，几乎都有收藏他的画，不简单哈、啊、所以欢迎彰化市民共同一起走入彰化艺术馆来欣赏、来接受这个艺术文化的飨宴，欢迎大家，谢谢。最后就是讲，我希望大家能来参观阮这个这次的这个展览啊，这个展览呢，其实阮已经准备两年。哦，啊，这两年来，就是讲要甲因所了解，所这几个学生，啊，过来，佮有四个老师，哦，啊，阮即只甲做个足简单的一个问题，啊，用无共款的展出的物件来甲大家宣，来大家说明，哦，啊，来时，那如果讲恁无了解，你甲我问，你爱问讲，你这是安怎做，是安怎变安尼画，是安怎即个迄落，哦，阮。这个有九位老师拢会伫个遮，吼、哦，甲咱个厝啊，遮好朋友，大家来共同来讨论，安尼。